德系的最后一个球，普鲁士球终于上新啦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球，它整体的配色是白色和黑色，然后每一个球呢都会配一顶普鲁士的尖顶盔。这个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侧面的这个刺绣，然后这个刺绣呢它一共有两款，一款是这个简易的版本，另外一款呢就是这个球上面是一个原版的复刻的版本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。现在呢360度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球，这个是正面，然后侧面以及它的背面，然后又回到了正面。现在大家一定非常想问，这个球到底卖多少钱呢？这个球原价是225，现在上新48小时限时特价是199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昨天13公社的首款福袋已经上新了，只需要299块钱，你就可以带走屏幕左下方图片中的任意3个球球。另外特别强调一下，福袋是随机发布，不支持挑选的哟。最后，观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，你们的福利时间到了哦！评论并转发本条视频到你的动态，当这条视频点赞过1000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评论区抽取一位小伙伴，送出普鲁士球1个。快点，快点3连转发，抱回你的普鲁士吧！